所以说那我就你演女孩子，对呀、啊，我好不容易登上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，那我今天就挑战一下，继续反串，对，继续反串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是导演啊，三二一 ，Action， 开始。您好，小姐，你是来应聘的吗？啊啊，你一定是来应聘的，不是？你是不是想当任总的助理呀、啊？嗯，不是，其实我。哎，你们人总听说人很好啊。哎呀妈呀，你听谁说的呀？我告诉你，人总啊，他从来不洗脸啊，大头发上脸上的油怎么也得有2吨，而且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自从去了什么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回来之后就变干净了、他现在是天天洗脸出门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他现在不穿袜子，装什么时尚潮人，那脚上磨的都是泡，还在那走呢。告诉你，说谁呢？任总，那个男女有别、那个我们这个新来一个那个招聘的，就看上您了啊，他来招聘的，对对对对对。老婆，你来我们公司来干嘛来了？什么？老公，我来找你啊，来知道是啥关系了吗？那你们两个聊，我先走了。回来回来回来！哎呀，你被开除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就。